好多人都會喺屋企 BBQ 或者打邊爐，但係咧最怕就係搞到周身同埋一屋都係味。今日咧，我哋就揾咗呢個移動抽油煙機，同大家試下係咪真係得啦。入面咧有兩塊濾網，機身冇任何掣，淨係喺電線度有一粒開關掣同埋一粒扭大細嘅掣。犀利啦！我準備咗一大堆肉類，不過原來佢都有啲嘈喎。唔理啦，開波！聽話抽得幾好喎。在这里抽了些气入去，中间有两块滤网隔一隔，然后这里就会有些风抽出来了。虽然它嘈就嘈一点，但是看到它那个抽油烟的情况都不错，而且空间其实都比平时是细微了的。吸油的情况都不错，但吸味就真的麻麻地了，我们一样都是供到整层 office 都闻到，说起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